Jabba.老流浪汉了，哇 ，Rise 老流浪汉了，老流浪汉了，我跟你说，鱿鱼好吃。哎呀，谁吃螃蟹来了？啊，谁啊？哪有螃蟹？你给我来一个。太脏了。哦，中华里面的那个巨好吃。来过来过，尝一下尝一下。哇，对对对，这厨师是谁？把他给我请来。把他请来该干什么？我要夸奖他，该夸该夸。因为早上我就开始给大家做饭了啊，这些都是我做的。那我谢谢你。这是人做出来的吗？这中华小当家做的吧？没错没错，是我做的。那什么？鲍鱼。哦，鲍鱼嘞。啊。哦，鲍鱼。我流浪这么多年都没吃过鲍鱼。这个东东很好吃。那是鲍鱼吗？哪一个？你这哪里是鲍鱼啊？啊，鲍鱼啊！姚老师，这是鲍鱼，鲍鱼吃完了。我一吃，这不是肚吗？这不是猪肚吗？给我冲鲍鱼呢。好漏啊！这个小团中能不能拆到年底？我觉得渗透到我们未来的工作。我觉得每个月可以来两次小团。费用不高。好，各位亲爱的团员们，这个是今天晚上专门为大家准备的周年庆生趴。然后在大家过周年生日的同时，我们也有一段视频准备给大家看，所以大家可以边吃饭边看视频。妈呀，不会要看我们录的那个说话了吧？哎，不要这个时候放点催泪的东西啊！不要不要。哎，看视频。演唱会高光时刻。啊！哎呀妈呀！我别了吧。看谁放炮啊！现在可以抓放炮的人啊！刚才谁放炮？你肯定是你，看都不用看。翻阅了几个世纪才读懂史记，翻阅了几个世纪我找到意义，他时光没有分析谁的先修命理，只是平铺直叙几个来去匆匆的命，长练做打拼过才成不易，扛下圣诞寂寞中绝人能，这是新兵闹了一场啊，天哪，要向阶级人士击打都咬紧了牙，在进步胸口土地上留下我结下的家，生命繁华过天下留下了多少戏码，是过了剑在冬夏问你有几多章法，小河在月下追赶寒心的步伐，无名的恩人可以想这一段一段的时光，舞台被大地上没有绝对的主哇，那太帅了，中间这个，哇，这个吗？这个吗？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刚刚看旁边那个。哇，这个舞咋跳的？忘了，一点没感觉。真的忘了，真的忘了。我的歌。前后左右数不清的追光灯照亮和喝彩，咽口鼻口声声，帅哥来了，帅哥来了，哇，何洛洛好好看，哇，何洛洛，哇，后面的一人灯，哇，好帅，哇，兰花指跳得不错，哇，这个舞美好大，这阿凡达了，阿凡达，哦，野哥哎呦，这谁啊？刘佳。什么？哎，邪魅一笑。孙木磊。长城雷动。谁讲谁的？被谁落下？温家文的。哎呀，我小文把那个打字那个神韵表演出来。哇，这么帅、啊！谁帅？哇哦！哎呦哎呦！哇，野哥好凶啊！这美女凶。哎呦，你们俩在干嘛？哎呦，佳佳跟我在干嘛？互动互动。中国前十男团这个。
千百男团，千百男团，很强很强。嗯，唱得真好，可以，一点都不喘啊，唱的。这个是真的唱啊，演唱会肯定是真的唱啊。我说真的，就是感觉好像很久，很久了，很久了。我们居然开过演唱会，演唱会还是很减肥啊。真的，那段时间都瘦，那段时间都好瘦。哦，我想到在那个楼下那个练习室，天天练，天天练，脱了衣服穿衣服，脱了衣服穿衣服。哎，咱能就排练出歌演唱会吗？出歌演唱会吗？一直开演唱会，我的天哪！啥？哎，这个好听，这个好听。一如既往，追求遥远梦想，也还是用尽全力兑现模糊愿望。哇，这应援声！哦，那应援你知道我都听不见，根本听不见伴奏，都有点慌了，这个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他这眼神，这眼神是咋回事？怎么了嘛？因为我那麦比较低，我靠过去。是我，这音乐声太大了，真的。我觉得最感动，除了现场，就是彩排那一天晚上，后面没用伴奏那一次，而且贼空旷，就只有我们几个人。啊，好牛！这应援声太大了，真的当时。我们很温柔，你看，应援声贼。哦 ，I will be there。他们是萌怒妹，好吗？哎呀呀，这是谁？哎呀，老流浪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正好很聪明的把头躲过去了。哎，这一首歌大家都表情放胖了，已经。大家表情管理啊，注意啊。累了，累了。那会儿太热了。我们那会儿刚跳完啥下来，最后一首都已经热的不行了，累的不行了。哎呦哎呦哎呦，不过郝总没有跟你配合，你被掉。没有，我跟他配合，那是我们两个这两头。我们这之前是这样。哇、哦，你刚刚那个小手指，手指泡。哎呦，是怎么回事？你在干嘛呀？真的。啊，他怎么突然这么青春阳光？你们知不知道要跟歌曲多匹配啊？刘志野的发型，跳最温柔的舞蹈。不习惯啊，不习惯啊。十二还是这么唱好听啊。对，真的情歌版十二。哎，那天也是我们第一次合吧，这个想法是彩排的时候出来的。对对对，直接不用伴奏了。对啊，果然我们的默契和家人和朋友一样。唱什么？唱 mashup。 好 mashup。哦呦，这个太熟，这个被过多少次，我都要吐了。来，张一起来。哦，这个太可怕了，兄弟。哇，当时那个拍子真的是给我整崩了。反拍还是个。哇，怎么还有这个呀？哎，怎么还有这个？
哎呀，还有回忆杀呢。哇，他也太回忆杀了吧。哎呦哎呦哎呀哎呀，老了老了，成熟了多少岁啊，真是。那个时候你还没有这么凶狠。发型原因，发型原因，发型原因。哎呦，对，他就是唱的这句，当时佳佳换了个发型，换了个发型。哇，好怀念啊，铁剧。哎，姚晨那会儿好瘦啊，我感觉。现在呢？现在也瘦。别放弃 ，Please don't let me go。无怨无负，无怨无负。哎呀！哇，蜕变真的好好听啊！和东路是吧？哦，稳重了很多，就是动作少了一些吗？就是没嘴瓢了，严姐。没瓢了，没瓢。彩排的时候疯狂嘴瓢。Freestyle， 那句 freestyle 的词直接就变成正式发出来的歌的歌词了。哦，帅哥，头发很短啊，当时。来了啊 ，Fireman！ 哦，哎呦！哎，怎么看到我头嘞？因为你头太大了。哦，哎呦！野哥变得更冷艳了啊。哇，捡几个！不靠时光。哦哦，当时可以的，真的，现在也可以的。啥叫当时可以的？一下，兄弟，不对吗？还姜文，我们踢九十度，你踢四十五度。感觉你年轻了呀！年轻了，年轻了，年轻了。马上将是我最不想看到的一个画面。打扰。Girl, I have something to tell you.哇，完全不一样了呀，铁子，你长大了，上道了，出道了，上道了。美好的回忆马上来了啊，我也来了，然后青春日记本。哎呀，你这是什么？你眼泪怎么从这边流呢？有多咸？哎呀，自己被自己凹安到了，这个人。还是好懂嘛，这也是。没咋变样。洛洛看着我什么表情啊？洛洛，我一回头啊，什么吓我一跳？这要是能拍到小宅的话，就知道他在干嘛了。我看到姚晨了，我看到。
摇身动作巨大。你看，老师。毙命！毙命！干干干！干！朋友，不是这场哦，是，就是这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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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这场。哎呀，公开处刑！哈哈。哇！哇！哎呦哎呦哎呦！哦，哇，这个真的帅，就是这场，这个真的帅，这个造型好看，是这场，好啊，我超喜欢这个造型。哎，你说有没有大色好看？我感觉，哇，绝了！这个真的绝了，这个不是一个人，不是一个人。哦，你这金光闪闪啊，兄弟！哦，吸血鬼。哎呀！摸一下自己肚子，什么肚子？哦哦哦！用脸杀人了啊！郝总天天都在杀人。佳佳怎么这一场这么妖艳啊？这才叫妖艳，这才叫妖艳！哎呀！这小眼神给你使的，帅的帅的，真的是帅的。哦耶！哦呦！哇！哇！孩子们，孩子们！你们三个属实有点太帅了啊！老泡泡了，老泡泡了，关键是眼神，眼睛泡泡非常疼。哎呀哎呀哎呀，咋颈椎病啊？人痛人痛，脖子疼，脖子有点不舒服。哎，我巨喜欢这首歌。每次这个舞台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小组休息了。每次在台下那会儿，你们这个贝斯给我震的嘞。哇，你们那个排练真的是太难受了。换衣服的时候破了，我现在以至于我听到这个就想换衣服。哎呀，得了吧，一口咬过去，帅，但是是帅的，真好看，帅。哇，任豪也太帅了吧，任豪。我觉得洛洛这场挺帅的。是的，都帅，这三个人。来了，要来了，要来了。摄影老师，摄影老师，瞬间不一样了，开始啊。来了，兄弟，来加油！慌了慌了，你看这眼神有点小紧张，这眼神开始慌了。所有别人都不知道啊，只有我们知道。当时没发出来吗？没有任何人发出来，只有我们自己。没有人知道他。我们啊，我们这个真的好。哎呀，你们吃这个虾吃头吗？这个真的好吃。嗯，好吃。是小佳，这个真的好吃。哇，这个好听呢。你们等会儿看，楠楠唱哭了，然后没接那句，就是翟文的表现。没有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大爆料，大爆料，哭了，你哭了呀？你看他，你看他，你看小宅这才动呢，小宅要卷摄像机走。嗯，给小宅给惊到了。该说的别说了。哦呦，可以，有点精彩啊。满足了哈，没跳舞，满足了，太满足了，对，太满足了。我想念你就那么近，但终究你都不能。杨老师执意要跳舞，回不去的缘分，能做什么呢？
好听。哎呀，老情歌王子了。哎呀，回忆往事，感动感动，泪目兄弟们。阿三伯，唱挺稳啊，你俩。你站着唱不稳，站着唱才最不容易抖好吗？不跳舞就会稳，跳舞就不稳。站着唱慢歌还是挺考验的，要有信念感，要有信念感，真的有信念感，对，要进到歌里去。马上来了，翟哥的表情。让我看，没看过。流下了眼泪。那没唱，我就有点。不是，其实我觉得他回头还是挺好的，主要是他回来的时候他是这样。回头还摇了摇头。没有，我没有摇头，我就这样看了一下，我就。对呀。干啥呢啊，哭了。你知道我的心里，我那句就没有唱，然后我想着完了。那最后结尾咋收呢？对呀，我还是得唱个我们。对，万一不唱，我你是感动哭了还是忘词了？心里想哭了，他真哭了，是哭了，是哭了。看水元素，一样的。老趴板啊！哎呦，我也喜欢这歌，一放这歌我就可以坐在旁边休息了。这舞真帅，歌也好听。衣服太卡动作了，你看动作很小，其实。我觉得你们这个就该穿个衬衣跳，真的。对，就应该穿衬衣。白衬衣就穿个白衬衣，黑裤子就好。哎呦。混了，混剪了，砰砰。老趴板了。夏光开场那个有点炸，哇！视觉系，我有野哥，哇有！哎，怎么头发变了？第一场，梦回大堂混剪，赛亚人，野哥，真野，来了啊！花开富贵。三人花开富贵，小花开了个小花，开了个小花，手起，哦，啪啪啪啪啪，哇，快的都看不到了，兄弟，强啊，换，可以。有点累了呀哈，这个有劲儿，红头发这个老有劲儿，这个这用不完，也不知道这红头发劲儿哪来的，一直就肚子超级大，哎呀，这咋了？你俩发型咋直露出来都？来了 ，Save me now。杨老师这场又唱又跳又 rap。我发表一个想法，好吧，不针对任何人，我只是不知道你最后在那儿加段舞蹈，那三个人太奇怪了。乱说，两个人。你自己看。哎，你也哭了吗？这场，你也哭了吗？没。我看了一张图，磊磊低着头，
那是汗，汗，那是汗。啊，那是汗呐、啊！哇，滴在空中被拍下来，哇，绝了那张。宿命只是借口的残废。一大忘词第一句啊。爆料了，爆料了，太炸了，炸炸了，我这这这这，我当时被吓到了，我当时被吓到了，我当时吓惨了，我就是，因为他一直背不好词啊。没有，可以啊。你不牵那，你全身我的，我以为你那个项链挺别致呢。像吗？致敬你了，兄弟，致敬周震南。Everybody so fake。结果我看到网上他们说我那句唱的是 Everybody say save。澄清一下啊，是 Everybody so fake。磊磊这绝。哦，这个是有气场的，这个歌很炸，对，真的很炸，特别是那个切，林丹，哎呦，刷，哎呦，你在这干啥呢？你这是，不觉得比较，走，哎呦，哎呦。哎呀，麦已经放下来了，这跳舞了是吗？来了，动动动动。有一点点，有一点点，有一点，但还好。张老师这词写的绝了，最后面这个，哇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背到的，说实话。可以，这个可以的，顶了，太顶了。我觉得我们那个秀很多余，我觉得可以拿掉了，我觉得。你们哪个秀啊？水哦，水帘洞，水元素，水帘洞，什么水帘洞？水元素。还可以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周年生日派对，我们野生动物园老师呢也为大家送来了生日蛋糕的。哇，太炸了，太炸了！这个蜡烛也太大了吧！哇哇！生日快乐，祝我们。生日快乐！就很简单，希望大家身体健康，然后平平安安，然后天天开心快乐。首先，我们要健健康康嘛，对吧？身体最重要，然后就是大家一起，可以一直玩下去。哎呀！不管是回忆现在还是未来，只要是开心快乐就好。我们外既然在一块儿，就会在一块儿一辈子。他不只是这两年，所以我们外跟十二在一块儿，也不只是这两年，我们是一辈子。一年快乐，加油！好好的来生活，享受生活，把工作当工作生活的一部分，把生活也当做工作的一部分，这样去自由的变化。希望大家不要这么累，加油！开心的吃喝玩乐，越来越好吧，一切都会越来越好。哎呀，你他妈！
零到一百天的时候，你还记得到发生了很多事情，但是零到第一年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时间真的是一瞬间就过去了。然后也很感谢小十二们一直对我的关注和支持，可能两年的时间对于我们也好，对于十二们也好，只是生命中的一瞬间，但是我希望这一瞬间呢，是我们美好的回忆，能够推动着我们继续走向自己人生的道路。希望健康，然后希望他们每天都能够很开心，希望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光也都是越来越开心，越来越好。希望大家恭喜发财，天天开心，然后健健康康的家庭和睦睦。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说，在这一年当中，彼此相互之间学到了什么，然后得到了什么，我觉得要去总结一下。希望未来的一年，就是大家能够更加的自由和开心的为彼此去努力。我希望你天天开心，天天快乐，能够天天吃好喝好睡。回收，回收！哇呀！能和你们一起玩真好。 Super Rise 小团中周年季夏日限定 2.0， 拜拜，下一季再见。 Super Rise 小团中周年季夏日限定 2.0， 拜拜，下一季再见。